146一天的敬老院值不值？咱们今天体验一下。这个哪像敬老院呀，简直就像一酒店。这是中式的房间，这个秀墩可不行，太凉了。我觉得这个样子挺好的，但是坐着多硬啊，还是沙发舒服。小爱同学，请打开窗帘。他们这里安装了瑞典的雅思康呼叫系统，晚上我们要有事一摁，哎，就来人了。你看厕所，你看淋浴都分开的，一关一开多功能。这茶几我不喜欢，我们老人喜欢简单的，来一简单的一个就行。医疗中心的医生都来自于三甲医院，他们离三甲医院不到10分钟的距离。这个医生是来自委内瑞拉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走，咱们一起吃饭去。这里边的饭菜都是专门的营养师搭配的，每周一个菜系。图书室我特别喜欢，但是它的藏书有点少。他们把老人的多余的书可以拿到这儿，互相借阅。这是书画室，我得拍一下，我老头子准喜欢。这里第一个感觉就非常洋气儿，它的价位我觉得也是很到位，2个人1个月才8800，你觉得呢？